大家好，欢迎收看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e France 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陶文月。第29届 Art Taipei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即将于10月21号登场，这一次呢，宛如画廊将带领七位艺术家一同参与这场艺术盛会。今天节目中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连建新和潘玉一起来分享他们的 Art Taipei。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两位，这一次应该是我们那个三个人第一次在这个节目出现这样子。对，然后其实连老师已经参加那个阿泰贝的常客哦，那潘玉老师是第一次嘛，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参加阿泰贝的心情？其实我参加过几次的国际的画廊博览会，台湾的画廊博览会阿泰贝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很感谢就是这次宛如画廊的邀约，因为我跟他基本上展出是合作过一次，所以当我接到宛如画廊通知我希望邀请我参加这次阿泰贝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感觉天上掉了一个石头砸在我头上的感觉，因为觉得他如此看重我让我很开心，然后很紧张，因为此次的展出不像我之前看阿泰贝是带着观赏者参加嘉年华会的那种心情，轻松自在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次呢基本上我是很忐忑，但是我也告诉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次的画廊博览会基本上都是所有的精英佼佼者全部聚集在一个展出当中，大家各自拼比，算是一个竞技场的，所以此时我的责任感跟压力其实是很强大的，可是我也很开心能够终于能够进入一个主展场去打斗。我想潘玉老师已经调整好这个心理的状态。那对连老师来说，因为已经连续那个跟宛如画廊有合作，而且宛如画廊已经连续5年参加这个阿泰贝，那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的经验？作为一个专业创作者，当然是希望除了个展之外，可以有机会常在这个国内重要的一个艺术博览会这样的一个场域展出作品啊，台北艺术博览就像一个艺坛的这个华山论剑的大会一样，好，大家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艺术的交流啊。那我个人当然从1992年其实就有参加过香港的那个艺术博览会第一次，好，那之后当然就陆陆续续，但是对一个专业创作者来说，如果可以持续像我最近这5年，就是跟宛如画廊有展览合作，所以等于很幸运的跟画廊一起共同成长嘛。那我等于是连续5年有参加台北的艺术博览会，但是我之前其实已经算是连续7年了，因为前面的2年有跟不同的画廊合作，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艺术展现啊。对，我想那个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它在亚洲算是非常悠久历史的艺术博览会，对，二十多年。那当然就是说，除了国内的画廊参加，然后还有国外很多的画廊也会参加。那这些国内国外的这个画廊共同就是一起展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观摩与学习的地方。那一方面就是说，潘老师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阿泰贝是一个嘉年华嘛，艺术的盛宴，那你能不能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参与？最初我是用一个观赏者的心情然后进入画廊博览会，我其实是想看看所有的，第一个在那个场合里面所有的好友不见得天天可以碰到面，所以进入一个场地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会在里面穿梭观看所有的新兴的作品，或者是说现在的市场走向还有现在的画展的风格，其实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取经的经验，然后同时呢又可以跟很多很好的朋友在一次当中大家互相交流见面。可是当现在的角色转换以后，我变成是一个参展者的时候，那么我的心情就不同了，我突然发现我必须应该怎么讲呢，我要把我的作品推出去，而我必须就像他连建新说华山论剑，我变成剑要出鞘了，你知道吗？剑要出鞘就要跟人家竞争战斗，
那这时候的那个爆发性就会出现。所以我是带着这种心情，就是我如何跟人家匹拼，就是输赢不是重要，但是你最起码你要知道你在这个角色里面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高度，这是我这次的心情。是，大家都一般都会认为说艺术家就是很浪漫哦，那实际上艺术家也是有自律的一面哦，非常那也会利用各种不同的那种状态，然后不同的地方，然后激励他们的创作成长。那连老师呢，就是说他因为已经参加国内外嘛很多的艺术博览会，那么你是怎么样的状态？就是说怎么来看这个？因为我在1992年就开始有参加过香港的第一次艺术博览会，然后体验到一种国际的艺术的能量，因为你很多的重要的艺术家都会在这些地方展现哈，那在作品上也会自我的检讨，然后给自己一些新的激励啊。但是不是每个艺术家都可以每年都在艺博会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场域出现。那我相信所有的不管年轻人或资深艺术家，他们都会希望有机会在这个艺术博览会出现。可是因为他不是艺术家可以决定的，他必须是跟要有一个默契的代理的画廊啊，因为他艺术博览会他是台北艺博，他是以画廊协会为主嘛哈，所以你既然会被画廊帮你点将成为他们的展览邀请艺术家，其实这个是很神圣的。好，那所以我刚刚说，因为我之前跟别的画廊代理过20年，可是中间我可能只有在2008年有一次的画廊博览会的个展，那对我来说其实非常的振奋，因为可以在里面，一般都是连展，但是你可以一个个展的solo 展出哈，我那个在艺术的能量，或者说被作为一个艺术宣传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了哈。那当然也等于让产业认识这个艺术新秀。好，那这几年当然我很庆幸，跟我们的话，我们就是有连续5年的合作哈。所以我当然我就是在每年的艺博会，我希望可以推出年度的一个代表作。好，那这个是画家一个自我的期许，所以我这几年台北艺博都会有一个海陆空的一个系列，或者说可能是空岛，可能是陆地的一个废墟的魔幻写实，或者陆城的。好，那我今年的艺博会当然比较偏向是以海洋作为一个主题论述了哈，就是跟海洋有关系，我们来自基隆渔港的成长经验，然后以跟海的一个呼应，好，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作主轴，那来，我们也来问问陶老师，你是参展者，那你对这一次参加那个台北艺博有什么心得？哦，我觉得哈，台北艺博当然就是说，应该说回溯了，我最早就是出国留学的时候在巴黎嘛，那就很兴奋，就是看那个巴黎的艺术博览会，就 FIAC，那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那个受益匪浅，因为不同的这个艺术的风格哦，不同的艺术家，然后不同的画廊，然后让我们就是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经验。那当然那种冲击是很强烈的。那台湾的话，当然一开始它的是比较样貌是比较雷同了，慢慢它在改变。那这几年我们也看到说，跟国内外的这个画廊共同参展之后，每一个人端出来的这个菜色哦，都是非常的丰富这样子。因为大家也有意识到，就是说怎么样要凸显这个画廊的特色。那我觉得就是说，艺博会当然对艺术家是加分的哦，因为每年一度最重要的就是艺博嘛，那所有的包括国际的策展人也好，或藏家都会来到博览会参观。那艺术家也是借这个经验呢，就是重新调整，那当然会端出这个自己最好的作品。这样，我曾经在 FB 写下哈，那个艺术家要有自负，作品才能产生力量。那自负其实是对自我自信的要求，那但是绝对不是骄傲。期许每一位艺术家呢都拥有自信，在舞台上呢大放异彩。谢谢两位好友的分享，等一下我们还有更精彩的作品分享。
欢迎回到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e France 特别节目。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能和两位好朋友在节目上聊天。那节目的福利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睹为快，然后请两位老师和我们分享这是带哪些作品参与 Art Taipei。 那我想那个潘老师这一次是第一次参加嘛，那由你优先跟我们分享。好，其实我这次的作品呢，我有一个主题叫一念花开，我这次展出都是以花为主题，然后呢这次是用牡丹花。牡丹花的意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喜欢非常讨喜跟富贵的花种，其实我一直想传达一些，从我的作品中传达一些正能量的感觉给大家，所以我这次的展出都是以牡丹花为主，然后都是一朵一朵的画面。所以因为我觉得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朵花就是一个故事，一朵花就是一个念想。然后我这次的展出作品的特色就是，我几乎大家熟悉的牡丹花大概就是红色粉色之类的，这次我展出的色彩是非常丰富的，我大概所有的牡丹基本上的特色系列的花色我都有，比如说蓝牡丹、黄牡丹、红牡丹、紫牡丹、绿牡丹。所以这次的作品可能会让大家眼光一亮，因为会很不常看到的花色在这次中间我会展现。所以呢，我希望我的表达方式又是希望传达一种很安静的美，所以不急不徐，然后慢慢的展开，然后展现一种克制的美。所以我的花通常在色彩跟表达方式是安安静静的，这是我这次主要主打的展出作品的内容。很期待，谢谢，感谢。那我们再由连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谢谢主持人。我这次的参展作品有七件作品，然后有两件主打作品了哈。因为基本上我现在艺博会，我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单曲发行的概念，就是把年度最重要的作品在这个艺博会的时间呈现出来。因为写实创作跟潘一样，我们基本上一件作品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所以其实年度一个年度其实也没办法画很多作品。所以像我今年那个这一张主打就是这个以基隆的那个海洋广场，就是一个整个基隆港的一个最地标的地景，然后刚好去记录了一个城隍庙的一个城隍爷诞辰的一个庙的绕境游行，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里面有100多个游行的阵头队伍，那这个画面呢，经过一个很严谨的拍照跟组合排列，然后去呈现一个我在基隆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乡愁的一个概念。那中间在水面上我还加了一个，因为早期基隆这个有一个黄色小鸭好的一个装置展览，那我今年是虎年，所以我就变换了一个虚构了一个老虎造型的一个充气那个艺术造型，然后手上拿一个黄色小鸭，作为一个带有一点趣味性的一个画面安排，那画面呈现一种缤纷的一种绕境的一种氛围，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基隆那个游轮和地景。好，那这个是我好几年前一直想要去做这件作品，然后今年终于把它完成。那我另外还有一件奇经的海港的一个作品，等于后面我要再去画一张，对，我要想要让它基隆跟高雄这样两个对望，成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呈现，但是它很难刚好就放在一起展览啊。那我期望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展现。那我另外一件是泡泡捷运站的一个森林梦幻游乐园，好，那这是一个虚构的，因为我作品有海陆空三个系列嘛，那我这是把它整合，就是把陆海空的一个意象，然后包括一些水面以下一个透视到海底有一些废墟的飞机跟火车，然后有一些海豚在上面游玩，那陆地上也有一些现在很酷手年轻人在那高塔上面拍自拍的这种一种现代的图像的截图了哈。然后画面也有一个森林的地景，然后有一些动物跟一些人在里面游憩，那上面还有一艘我的那个洛亚方舟的一个承载了很多动物的一个飞船，好，那刚好就进入这样一个森林场域做一个补给的动作跟休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象的场景，这样。那后面就还有五件是属于海景风景，就像旁边这样，这件是叫做爱如潮水，好，那都是跟
这个以潮水来代表一种内心那种激情澎湃的一种记忆跟呼唤，这样子。大致作品是这样。那哎，陶老师好像也有展出，那你今年的作品？对，因为刚刚听到两位这个好友哦，那个分享，就是你们这次参加阿台北的作品，非常的精彩哦。那我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一次就是也有准备，就是100号叫时空语境。那当然就是我惯用的一些厚涂的方式哦，厚涂的肌理，然后画面其实是比较清新的。其实原先设定是有一点植物的这种符号，可是后来突然觉得那个植物的那个像叶子的这个叶脉呢，突然觉得怎么有点像明年那个兔年的到来的那个耳朵躲在里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哦，新的发现这样。你今年作品没有放一些茶盏的造型？有啊，也是有啊，就是说我自己这几年都喜欢这个建阳的那个宋瓷嘛。那听说你收藏了100个茶盏？没有啦，开玩笑。大藏家。那个其实我就是也会把一些生活的一些，因为我的作品本身就是来自于一种回忆嘛，那很免不了的就是把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融入到一些创作里面。所以这次除了油画作品之外，也是会有几件这个复合媒材的作品哦。那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蛮满意这次的作品啊。期待。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潘老师，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画牡丹花，然后你都使用一个正方形或圆形的这个尺寸，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特别用这样的尺寸？基本上，因为我一直想传达的是一种圆满的特质，所以圆跟花形其实是有相呼应的造型，然后方形正好方圆之间。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圆的东西有个方形，正好可以天圆地方。天圆地方，是，我是有这种概念，所以天人合一的概念。对，所以我基本上我大致，除非是两朵花，否则一朵的话，我都会选择方形跟圆形，代表一种圆形的美满跟天圆之方的。对，那我当然也很期待啊，就是那个现场布置完成的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务必一定要阿台北，对，来欣赏这个艺术家的作品。那每年呢，阿台北都有一个Made in Taiwan 的新人推荐的特展区，那也有很多的新生代的艺术家呢参展。那他们一定是有一些不同的那种表现方式。那我想说，连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觉？这样。好，虽然我本身是写实创作哈，但是这几年因为也有一些兼课。教学的经验，所以其实现在的国内年轻艺术家他们的创作样式其实是蛮多元丰富的哈。那已经超越了前几个世代这样一个艺术的宏观，那包括现在这种数位时代，有很多资讯都比早期那种纸本阅读的时代来得更便利，所以现在年轻创作者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也已经都很有自己的一个创作的风格思考跟定位。那艺博会新人特展区刚好就是呼应这样一个时代啊，就是画廊协会当然也是希望在台湾的一些世代交替中有一个艺术的传承，好，那推荐了一些优质的年轻艺术家，然后给商业画廊去认养，然后给他们一个机会，看他们也可以得到市场的支持。那这个是一个让台湾一个艺术产业有一个更健全发展的一种愿景，我觉得是非常很期许的。那潘老师，我想你对那些新一代年轻的艺术家的参展，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鼓励的话，或者跟他们分享？基本上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所以我也是新鲜人，我跟他们的状态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还真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因为即使说我是资历的，他们是年轻的，可是参加阿台北这个第一次参展的心情，其实我想不管年轻老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在我的感觉里面，我觉得像我如果参加这，以我为例，我参加这次的阿台北，我就会相信告诉自己会有艺美支持欣赏你的，也会有批评指教的。那在这种心情的压力，其实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其实已经调整得很好了。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竞技场，不管好坏我都要全收，而这个收下来之后，其实我如果能够度过这一关，我其实我的功力就大增了，我的抗压性我就会增强，
我会用这个抗压性迎接我下一次的展出。那这个是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的展出的，他必须要有这个的念头，这个想法跟这种认知，他才即使他参加了，机会难得，可是怕他在展出中间的种种展完之后后续的情绪影响，我觉得这我比较注意的，所以我会提醒他们，这只是第一场的比武，正好华山音乐节啊，比武竞赛，输了又怎样？回去再练一练嘛，对不对？下次再来。没有什么输赢啊，其实就是每个艺术家呈现他最好的一个状态的展览作品，然后都是机会做一个艺术的交流。华山音乐节也不是在比斗啊，其实它就是一个艺术欣赏，然后在这里交流里面。可以补足你觉得不足的部分，然后给自己在创作上有更好的一个自我的调整了哈。没错，你讲的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连老师这句话就可以再跟年轻人讲一下，得失心不要太重。我其实是要传达的就是用平常心，对，用平常心，因为到了那个百花齐放的世界里面，常常就会那种拼比的心情就会出现。那你带这个心情出去展览的话，可能最后你也许就很开心。万一批评的人都呢，那你也许就会受伤，很多人就会这样子不起来了。我觉得就是新人推荐区哦，那个这个是给新人非常大的鼓励。为什么？因为这是经过画廊还有可能艺评家特别在万中取一吧，哦，选出来的作品，对，选秀选出来的作品，也就表示说作品本身呢它有很多的特色，哦，包括个人的特色也好，或者是风格，不管是内容等等，哦，都是一时之选。那 这些参展的新的艺术家呢，年轻的艺术家呢，我也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持之以恒，哦，除了这一次的展览之外，能够再接再厉，就是继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谢谢今天两位好朋友的精彩分享啊，我想就是说我们期待这个2022年的台北艺博哦，然后大家共同相聚展览在那边。那当然也会有一个小惊喜，就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宛如画廊的创办人 Julie 对，他没有办法回到台湾参与盛会。那暌违一年， Julie 将带着他的最新的创作呢，一同参与这一次的2022年的阿台北。那期待呢这个会场跟大家一起相会。那 I love art，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